私房话，老实说，说什么？这样说的是，根据调查呢，原住民体内的这个解酒基因哦，99%都是比正常人的还要这个活性更高的，比汉人呐、啊，比汉人对，所以才所以一般我们就觉得说，哎，原住民应该都是很会喝酒的朋友，嗯，但是呢，在原住民里面其实也是有一群不会喝酒的，然后他们在族里面就被欺负，跨州的，对跨州哎，对，他们有掺到那个汉人的血，我、哦、没有，没有来，没有掺到的、哦，没有掺到的，没有掺到，可是都不会喝，哦，真的吗？但是这今天分了两派，一派就是。他是没有说实话吗？有可能，因为他们刚刚才开路前已经吵起来了。我找的这边都是很会喝的，欢迎三位啊、哦！对面才是很会喝。谁说的？都是你们逼我喝。深藏不露。原住民才没有那么爱喝酒，都是你们。哎，我们是很会吞，不是很爱喝。不喝酒的是鲶鱼哥，好，安溪鱼 ，Hello， 还有吉拉，超不合理。谁是布农族？我是布农族的。是吗？看得出来啊，看得出来吧？你看他脚有没有？基本上看那个就是小腿、小腿跟大腿一样部分，就是壮硕一点。对，等一下不能煮的小腿有什么特色？没有，就是不能就抓地力比较好，下盘比较稳一点，因为我们要跟山猪搏斗，要蹲得好。你看地板容易坏，对呀，坏掉了。再来一位是什么族？周族。周族的安静。高山海拔、啊，高挑美女，对，就足高是不是？对，还蛮高，因为我们海拔比较高，所以身高也会比较高。而且专出美女，哦，周族是出美女的，就阿里山的姑娘，美如水，周族还壮如山，他是隔壁村的布农族。鲶鱼哥是阿密斯，对阿密斯，花莲的，对，比较白，阿密斯都比较白，阿密斯比较白，对，一般来讲，你们是原住民，然后又。在说的场合就坚持说自己不会喝酒，会不会很困扰？非常很困扰啊！鲶鱼哥，你在掰哈？去年丰年祭从头到晚上凌晨两点还在那边，不会喝，没有哇？那你会坐在那边吗？纳豆都喝醉了，对，我下去就我是看酒喝的，啤酒我很强。但烈的像高粱的什么 whisky 啊，可能烈味的那些我们都很弱。那安心跟提拉，你们说你们不会喝酒，有没有造成困扰？我是真的常常被误会，就是我看起来就是酒国女英豪，有没有很豪迈，一杯一杯喝，可是我是号称两瓶倒。我是那种就是我出去玩，然后人家都觉得就原住民一定很会喝，所以我都还没有点餐的时候，他们酒已经放在面前。对啊。可是如果你说不会喝不会喝的时候，他们就说啊不要骗啦，哎呦不给面子啊。事实不是这样吗？没有，就是不会。因为你的不能煮的因为他们是不喝酒，他们是用直接用那个喝汤的那个直接灌酒。你的酒量大概到哪里了？我不喝啤酒，可是我whisky 或是那个伏特加的话，大概半瓶吧，是不是？半瓶伏特加半瓶，摄影师酒量都没有你好。来看，天哪！对啊。慢慢喝 我知道，应该这样讲，是他们这边是可能是会喝醉的，就他们会醉掉，对、啊，会比较容易被容易醉，对。可是我也真的不是很爱喝。安心鱼感觉真的不会喝，是他们两个。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是会拒绝喝酒的，就是你们不太爱喝酒、嗯，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自己到底量到哪里。可是我不喜欢，就是人家就说你原住民你就要喝，原住民你就要喝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喝酒是一个快乐的事情，不用逼迫。那这边很会喝，很强啊，不会喝的叫做。啤酒两箱 ，whisky 半瓶 ，whisky 两瓶啊 ，whisky 两瓶，然后 whisky 半瓶。如果说他以跟原住民比的话，这样就是算比较好。对，如果以汉人台们还是算会喝。那 Sakino， 啊，你是几岁开始喝酒呢？哦，我大概国小六年级，哇塞，第一次偷喝酒，偷喝米酒妈妈的。然后那个时候喝酒是因为就。那一天排的课程啊，学校的课程就不想上这样，然后就跟另外一个布农族的呢，啊，我有办法这样，我们就去那个干妈店就买了一个米酒，然后两个人就走路去上课，然后边走边喝，到学校也差不多醉了哦，好，可以装病的这样，结果早上不是都会那个朝会吗？哇，我那个布农族马上昏倒啊，哎呦，这个中暑了，先送过去这样，然后他就这样 OK 可以倒这样，那我也跟着倒。我们两个就被送到保健室嘛，然后结果他是真的被判定是中暑，他就真的中暑了，然后他就被送回去了，然后送回去之后他还在校门口等我这样，然后我说好好好，然后结果哎我越来越不对劲，你知道吗？就开始吐，我在保健室开始吐了，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已经准备好就是书包都拎着去保健室了，这样，
然后结果在吐的时候就勾到那个书包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那个米酒的瓶子就掉出来，你有什么毛病？叮叮叮叮叮，哇，那个，哦，那个吓唬就，哦，去把你那个另外一个同学抓回来吧，你们给我上课。被你陷害。哇，然后结果那一天整天都在跑步，我们两个排球。跑到中午解酒了呢，整个哇塞，流汗又吐。对啊，就那时候第一次偷喝酒。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九零几年了，22年有了。哦，还有酒，22年算纯酿了哈。身体都发酵了，陈酿，有陈到。啊，秀琴呢？阿美族，嘿，哇，九零几年。90哦，大概不多，这十年而已吧。少来自己扣啊，自己扣。你真的十年？他是十年一轮的、啊。不要这样，谁写那么多？21年的比较好喝。我大概高中啦，高中开始接触喝酒。对，那其实呢，我是真正会喝酒，真的是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。然后。因为就常常要载他，我其实真的一罐啤酒2-3个小时我会喝不完的。那但是又要常常跟他去应酬，然后他就觉得，哎，女朋友在旁边都不喝酒，很像也很怪。哎，我就被潜能激发，打通任督二脉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从此以后就喝开了。然后我老公就有点后悔说，怎么会让我老婆会喝酒？可是这个也要有一点本身基础要好啊，对的，对不对？才可以激发出潜能。就是。不要用罐的话，我大概有4-5瓶的威士忌的量。哇！那三中酒神是谁？三中酒神老师哦！哇，你说九零跟你年纪差不多呢，你。我真的从小时候开始就会，可是我很妙啊，我只喝小米酒。90，62年，你也才60出头啊？啊？你几岁开始喝？我2岁开始喝，哇，怎么可能？装在奶瓶里面，对，省奶粉钱，这个在省奶粉钱。牛奶、小啤酒，傻傻分不清。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啊，而且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只会酿的小米酒，啊，小米酒好喝的要命，你不会感觉你在喝，你好像在喝什么？真的，好像在喝解酒酒，解酒酒，解酒酒。真的、啊，太厉害了！小米酒甜甜的，对对，香香的，对不对？可以问一下，就是说，到底在原住民来讲，拼酒这个文化是有多激烈？你有没有跟原住民喝过酒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前阵子我去到那个花莲那边，然后去做一个公益活动，然后做完之后呢，他们说，哎，我们这边有在采那个剑笋嘛。剑笋机，我就去看了一下，就我就看到很多阿公阿伯在那边烤剑笋啊，烤说，哎，那叫你来，就开始。那个阿公阿妈其实都年纪都有一点哦，都70几岁，他们就这样拿高粱这样倒很大杯给我，他们自己，对，他们自己也喝哎，然后他们就很热情，他们看到就一定要一下。那你不会喝，有不会被不公平待遇过吗？有啊，就像刚刚大豆讲，因为我们好客，然后从很多年轻人来的时候，我都会去那个部落的超商，他们酒一定有限。然后我每次都是一次买就买5-6箱，然后5-6箱，然后每次到后面，然后后面我要去买的时候，大家说啊，你又不会喝，你买那么多干什么？他说让买给你，你也浪费酒啊。然后每个人部落的人都经过我家说，就是你啦，把酒买光光了，还有我们要去市区买。他觉得说我这个人说你买那么多，你喝一箱你就醉了，那4-5箱在干嘛？我说我摆着喝，留着放啊。然后有的部落还来我家买，我说可不可以有折扣啦？有没有折扣？好，有折扣，就直接卖给他们。就你买了，你还用折扣价卖给人家？对，因为我买了，我把整个部落的酒都买回来。你不会免费请人家喝哦？对呀、啊，这么小气。有啦，他们说他们要拿4-5箱，我说啊，那我最后一箱我自己不用喝哦。啊、你就不要把不会喝啊。所以我每次是先买，这个就是标准的长冰箱的人。对，你住长冰箱台东县哦。所以台东长冰箱。到后面把酒藏在冰箱了。哎呀、啊，安心远就是封冰箱的。提拉呢？我，你，安心远好了。像我哦，蛮多的啊，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刚参加完那个歌唱选秀节目《星光大道》嘛，然后回去之后，我们部落很多年轻人，然后长辈都会找我，然后去那个投币室开始喝这样子，然后都就想说，哎呀，跟安心允这样子唱歌喝酒啊，结果他们就跟我喝个几杯，我就不能再喝了。然后就没办法再喝，然后那些长老们就开始笑，你不会喝啊？那你还是回去唱歌好了啦，你在这边干什么？这样子，对啊，会被笑。会被笑。对，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们部落啊，因为
大家都喝醉了嘛，就会有一个人就是没有在喝的人就要去整理，就变成仆人、嗯、你要去买酒、啊、你要跑腿、啊、你要收餐盘、欸、一定是这样啊，不行，而且重点是人家喝醉的时候我们还要拖他们回去房间，你知道吗、啊、你们现在就只有这种功能啊，要嘛就是会喝嘛，对不对？那干嘛喝那么多、啊、你不用骑那么多，你们可以喝到可以走路、啊、其实我们最讨厌这种人，你们又不会喝又爱来我们聚会，然后呢又抢我们的歌，然后又不付酒钱，又不付酒钱，又不付酒钱。我问你，你们喝醉了还记得拿钱包吗？还不就我们那个，对、啊，我们本来付2000，你们又拿4000。对对对，我很容易这样，喝醉的时候皮包打开都掏空哎、欸，被人家掏空了，说啊付费。对，我们都喝酒醉，那你们付一下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掏空，先垫一下嘛。哎、欸，对我们才是不公平待遇，好不好？好理直气壮的一群人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凭什么？是啊，凭什么？没道德的喝法，这是很没道德的喝法。我都被搞混了，到底喝酒的人付钱还是不喝酒的人付钱？因为有些时候喝酒的他也不是不想付钱，是喝一喝就倒掉了嘛，对啊。